怜悯由看见开始，抹去眼前的迷雾，你看到一个怎样的城市呢？同心圆敬拜者事团2017敬拜工程高峰敬拜音乐会将于2017年2月18、19日于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盼望四场聚会中召聚超过9000名敬拜祷告勇士，同心恳求神的怜悯临到我们的城市中间。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怜悯，我们很盼望邀请弟兄姊妹来到这个聚会里面，一起再去经历和认识神怜悯的属性，成为一个时代的敬拜者，去拥抱和实践神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心意和使命。怜悯是从看见开始，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忙到没有任何空间去到盛在我们身边的邻舍。我们很盼望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再拥有一些个人的空间，和上帝一起再沉淀一下，去经历神的爱和恩典，让神的怜悯再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再一次成为一个有力的敬拜者，去到拥抱这个城市的需要。除了晚场以及星期日五场的青年更新敬拜音乐会之外，我们今年特别为对敬拜赞美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和侍奉人员，在星期六下午举办全港敬拜赞美研习会。我们邀请到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李思敬博士为我们主讲，并有敬拜者事团的敬拜队和诗班现场作音乐上面实务的示范。喜欢敬拜神的弟兄姊妹万勿错过2017年2月18、19日四场的聚会，让敬拜不离地，服侍不离天。